曾经客串那个演出《台北女子图鉴》，请问我在剧中呢是桂纶镁上台北后的第几任男友 ？Oh my god！ 我刚才有在看吗？国语四，答对，对吧？好厉害，怎么知道？我觉得四零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可是我觉得这当然是跟这个一些童年回忆有点关系。童年回忆，你说大嘴巴吗？一些奇怪的，垃圾应该是刀板冲之类的。也是四零哥让我觉得反差最大的，也是垃圾的部分。台铁又再度发生翻车意外，出轨原因是由于铁轨上的鱼板钢片被这里前几个月轨道也被破坏了。怀疑是为了保险金，而且是因为我在林家地位，想要从低楼。你不相信林家兄弟是凶手吗？那呢？怎么林刚进过？检察官凤小月怀疑薛士林和施柏宇就是搞鬼案的幕后凶手，和保险调查员林雨熙要一起找出真相。台湾犯罪故事第一单元出轨故事灵感似乎就是来自2006年轰动一时的南回搞鬼案，而四位主演首次合作，其中他被公认反差最大。我觉得四零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可是我觉得这当然是跟这个一些童年回忆有一点关系。童年回忆，你说大嘴巴吗？哇哇哇！对，童年回忆就是一直会被以前的东西洗脑，然后一直勾起一些奇怪的。说垃圾垃圾应该是刀板冲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唱这首歌不会，因为现场很严肃啦，所以是不敢这样子造次，而且也知道造次，而且也知道他后来的各种戏剧上面的成绩，对，只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一直有叠影出现，我觉得长也是四零哥让我觉得反差最大的，也是垃圾的部分。但其实我一直都有想问过你这个问题，就说如果我们提到你之前在大嘴巴的时候，你会可能会比较想现在 focus 在表演吗？我没有特别觉得要 focus。 那就好。不要等一下 get it on right now。 大家其实反差都蛮大的，就这些角色因为都比较有心事一点点，但其实我感觉我们平常都是开心的人，就显得不管是透过大家的作品认识大家，其实也是就是透过大家作品认识大家了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有遇过，在台上遇过这三位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没有人说哎，那谁？对啊，所以真的都是第一次，非常的初体验，在一个很其实很特别的故事，很特别的制作。那天听以文哥说是台湾戏剧的里程碑，这样子。哇，因为有宇文哥啊，对，因为宇文哥，对，就是因为四位一起拍戏，我想说考验一下你们对彼此的了解度。我先出一题给你们抢答，让你们 feeling 一下那游戏好了。薛士林除了是演员，也是歌手，过去跟当过主持人。那请问薛士林曾经主持过哪一个娱乐新闻节目？无耻之日，是开好没有羞耻心的之日。这是有个正确答案，这有正确答案。对，好，诗颖你直接回答，时间不够，请问答案是完全有问题。对对，等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要抢答，但是问发问那个人他只用。这么没有羞耻心的之日是可以的。我先，好，那小月你先来。好，我在蒙甲里面呢，曾经说过一句台词，后来被许多人模仿，请问那句台词是什么呢？国语。要完全。一模一样，一字不漏吗？对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那个的。错，是零。你为什么要逼我？答对啊！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要逼我？为什么要逼我？对，有。对，就四句。我曾经客串那个演出《台北女子图鉴》。请问我在剧中呢？是桂纶镁上台北后的第几任男友 ？Oh my god！ 如果大家有在看吗？国语第四，答对，对吧？好厉害，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就在算那个日，算那个日期，但因为真的太多演员了，一集一个，所以想应该是三还是四？太多男友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
好，那现在下一位。我在进入演艺圈之前，曾经做过许多工作，其中包含空服员。想请问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呢？小月。华航。错。长荣。错。你用猜的。国泰，对不起。你猜。国泰哦。对，答对，简陋。简陋，莫名其妙领先，莫名其妙领先，两分嘞。好，下一题。OK， 请问我没有演过以下哪一部作品？《戒指流浪记》、《春梅》、《未来妈妈》、《蜜橘》，没有演过。好，士林，这种。春梅。错。国语，逆局，错，有，小月，你现在二选一，只要蒙二选一，对，对，对，我也想要猜《戒指流浪记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错，小月，你打骂人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举得快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对，你。因为你已经讲了《戒指流浪记》了，所以不会。对，未来妈妈。对，未来妈妈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你们很过分，你们很过分，你们跟女星道歉。我觉得过分的是这几部作品，我是演女主角。你们春梅，我就是演春梅耶。他是以用检测的方式，以试错的方式来比较评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是要说未来妈妈，我想骗了我。好，那国语先。请问我习惯侧睡哪一边？真的？二选一。对啊，二选一。雨欣。屁的，这样看出来。你喜欢侧睡？你喜欢向哪一边的？你喜欢这样。往这边。左边啊？那是左边吗？对，左边对。答对了，其实二选一你们就用抢的就可以蒙中，就蒙中。哎，我是有根据什么蒙？那什么根据？想听一下。不告诉你。然后，请问我在《想见你》中饰演的莫俊杰，然后因为戴着助听器，请问他的助听器是戴在哪一个耳朵？雨欣，右耳。答对。哇，现在是2-2。哇。小月。提醒一下，你现在是零分。那你在士林的那个盘中，我已经放弃了。你都猜中的话，你还是可以赢的。好，可恶！台湾犯罪故事出轨里面，林学信跟林学文的爸爸叫什么？国语。林东山。你这个好像有那个有自家人的嫌疑哦。谢谢哥。谢谢哥。娘，破坏规矩。请问之前在台湾犯罪故事记者联访的时候，有跟记者分享进来瘦身的方法，请问是用什么方法？小月。不吃。不对。不睡。不对。国语。运动。不对。跟数字有关。啊？对。他这个瘦身方法跟数字有关。哦，我知道。168。错。245。什么东西？是乘法十字？快接近了。157。错。157。20。错。刚才雨欣讲的答案稍微交换一下就可以了。215。你刚才有讲16。你现在1A2B 啦，你刚才有讲168嘛？那这个组合稍微再交换一下。186。答对。186。Oh my god。先从186开始。186。薛士林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，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问一题，但他一直不好意思讲出来。请问薛士林曾经在2021年分别以什么作品拿下第56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跟迷你剧集男配角奖？未来妈妈。答对。国语。那个一生一世吗？还是一生一世？还是什么四个字？然后生生世世。生生世世。那另外一部是？那个。喝奶茶的人，茶机，卖嚼槟榔茶的人，做工的人，对，那其实最输的人是小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月。陈发现等等回到剧中饰演嫌疑犯的金钟双料影帝薛士林，演技再突破，更一度因为角色太过封闭，想选择性遗忘。我是受害者呢，我真是
想还假呢。我看的时候真的不得不称赞，算有私心，薛士林真的很会演呢，真的很厉害耶。但是马上飞到你那边去，谢谢。我再查收一下。你那时候演的角色都很痛苦吗？蛮抑郁的啊，加害者。嗯，可是又同时是被害者，然后被他们夹在中间，被家里夹在中间，被检方夹在中间，还有被社会新闻媒体舆论夹在中间，还有被爸爸夹在中间。所以可能比较多的包袱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你那时候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旁边的人敢靠近你吗？杀青的时候是有副官的妹妹，她就跑来跟我说拍照，就是杀青很开心这样，我就哦好，拍照拍照，你纪念一下。然后拍照的时候就我就很开心，然后后来她看完照片，她就跟我讲说哇你终于笑，她说你拍整部片就是都从来没有笑过。然后她这样讲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有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就问她说哪有？怎么可能？为自己找一个角落躲起来的那种感觉。很喜欢你跟弟弟之间的对手戏，西边扭打的时候，都是阿爸害的啦，都是阿爸想着赚钱，钱，妈都只想赚钱，你只是啊，都是为得你金发邪公。那时候拍很冷吗？那对于水会有一些恐惧感。现场他们有请专业的救生员啊，所以当然还是心里是放心的，只是他下面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平稳，对，就可能有一突然间很深陷下去，对，所以深的。对，所以会蛮，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，可是你又得要很专注在那个表演当中，然后跟哥哥的那个，就是一瞬间而已，但你要有对他的崇拜，你要对他的思念，但又要对他的一些憎恨什么的，就是蛮复杂的。其实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有这么比较落魄或是沧桑的那种形象。对对对，就是在前置的时候有跟大家都讨论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定妆啊，所有的造型基本上。在那个时候都有达成共识，然后我觉得，就像小月哥讲的，就相信，然后去产生一些化学效应吧。语气的部分，因为你演那个保险员，你会不会演完之后就变得开始有点疑神疑鬼？你就有侦探说，他这边不对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因为眼神非常的犀利，都怕被你看破一些事情。哦，这样，因为其实我在平常也不会一直觉得有人要骗我钱，因为在剧里面就是我的预设就是你们大家都是来诈领的，我是以这个基础在发展我的职业的嘛。眼神都非常的犀利跟坚定，我觉得是导演给的这个提示吧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导演从那个画面里面看就是最清楚，对，因为我以往的演绎方式跟剧情需求，我不太需要投以这种犀利的眼神，对，但是在这一部里面，我是眼睛有一点要脱窗，那时候跛脚跛的还蛮，蛮投入的，对啊，然后因为想要把它走的，比较不是一卡完就去做别的事情的状态，因为身体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很比较没有办法骗人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就像在装这样，所以就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那时候就算没有在拍戏的时候，你还是以跛脚的状态。对啊，回家也是。回家我会哦，当然不会24小时，可能自己在洗澡的时候，然后算了，先放，没人在看。然后洗澡了还要演跛脚，或者什么就是真的要什么倒垃圾，哎呀算了，然后好认真，可能会这样，尽量，因为有些事情真的要身体真的要去习惯。然后那时候就是脚踝啊，然后腰啊。你知道胯骨会影响到脊椎什么的， oh. 其实都有，之后就要去找人按，就把它推掉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现在就请检察官来帮我们好好推荐这部戏，来哦。台湾犯罪故事呢，第一则出轨由我们四个人演，会非常的好看。如果你喜欢悬疑，如果你喜欢办案，然后如果你喜欢了解台湾的一些人文或者是故事或者一些历史呢，赶快来看我们这部戏，快点跟我们一起热血办案。好，算你过。你们好好哦。谢谢四位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辛苦了。